第24届香港动漫节星期五开锣啦！普通的门票售价为42蚊，限量玩具回来收藏明信片连门票就卖150蚊。如果想更加快入场，就可以购买300蚊的三回特快入场券。有参展商就期望销情较疫情的时候有一至两成增长，期望通关之后有更加多人外出。最主要希望吸引动漫迷，又认为香港的动漫爱好者越来越多，预计人流会有所上升。